以请你告诉我，现在的你是陈韵如还是黄宇轩？你还不明白吗？黄宇轩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。连当我醒来，我心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都是我好想黄宇轩。如果我是黄宇轩，我应该要怎么做呢？你干嘛要骗林子文？就是我。嘘，因为你的梦做完了，但我的梦，现在才刚开始。我不管你现在在想什么，这件最重要的是阻止谢之奇，要不然都会因为他的关系而死掉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从未等到你回来了。你赶快走，陈韵如。奇幻浪漫爱情影集《想见你》。